我觉得的确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做。我以为是要回答的问题，我也暂时的没有。其实我外婆还有我的太婆，其实他们两个离世都是因为胰脏癌，所以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可能在胰脏癌上面我会比较大的一个遗传的基因。我对于自己的基因还是觉得挺优良，还是有提醒到我一些营养上面有哪些是我可能基因上面我需要更加的去补足这个营养，比方说 vitamin B， 然后比方说那个 omega 3， 那个鱼油，我就是天生的没有吸收的比别人一样好，所以我就要额外的补充，预防胜于治疗，这个老生常谈。可是我觉得的确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做。我以为是要回答的问题，我也暂时的没有。那您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是联盟好成立了吗？对，我成立了骑士联盟，新的歌迷会，大家多多关注。那这么骑士联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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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